僧月苍苍，河水泱泱，无效庄严，巍然中央，人文渊薮，寰宇激荡，中华武术源远流长。河南大学武术学院坐落在八朝古都开封，滔滔黄河铸就文化之魂，百年名校孕育而生，蓬勃成长，群星灿烂，辉耀四方，名师云集，文武飞扬。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著名武术家翟连元曾就职于此。国家武术研究院青年学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洪浩领衔，雄厚的师资力量威然海内。康歌舞、张国臣、赵公培、释永信、梁以泉、刘宝山、陈小旺、陈正雷、王西安、何有禄等数十位武术名家相聚于此，共传文化瑰宝，同创武术辉煌。时光荏苒，百年沧桑，河大武术成就煌煌。作为全国综合性高校唯一一所武术学院，成立当年荣获34个全国冠军，受到河南省委、省政府通报嘉奖，家祭闪耀神州，一时风光无两。亚运会冠军李猛凡、全运会冠军柳文龙等60余名优秀学子，闪耀中原，威震八方。这里是武术的人才高地，这里是武术的学术重镇。主导研制的中国武术段位制，助推中华武术广播全球。牵头研制的少林功夫段品质，为少林功夫走向世界提供了国际标准。主持创编的第一套全国中小学生系列武术健身操《英雄少年》风靡大江南北，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。刚柔相济，内外兼修，崇文尚武，技道得畅。这里每年举办的万人太极拳比赛气势恢宏，这里每年召开的太极拳高峰论坛名家荟萃，这里能与武术名家大师面对面交流，实现技术与思想的深度碰撞，这里是致力于本、硕、博武术人才一体化培养的专业学院，学科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。这里每年选拔一批优秀毕业生到海外少林文化中心担任教练，推动中华武术的世界弘扬。世界武术看中国，中国武术看河南。植根中原文化沃土的河南大学武术学院，秉承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院训，树立崇文尚武、服务社会、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展翅高